单身可撩，不能告诉你，保密。接吻的时候会主动吗？我是那种主动型的，会可能扯扯他的衣角，就问他今天有想我吗？在上戏读研，上戏美女太多了，我喜欢干净的、清爽一点，最好是那种年纪比较大，但是又有少年感的、性感又温柔的。可能现在年纪大了，就比较偏向于就是喜欢性格的那类，谦虚，有责任感，比较上进，就主要是有责任感，对女生的穿着指指点点，可以就是隐隐约约的给我暗示，但不能要求我说我今天想看你穿这个，明天想看这些。我是射手座，13周岁，是个好女孩，单身可撩。上戏读研。学的是什么？影视表演吗？不是，我是做幕后的。那么好看，做幕后吗？上戏美女太多了，我直男吧，可能上年纪了，就是已经被扎够了，所以就还是喜欢直男多一点。所以现在是单身是吗？是单身。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喜欢年纪比我大一点的，就不想再谈弟弟了。之前都是弟弟，这次想谈一个就是哥哥类型的，35岁吧。目前我可能35岁封顶。可以的，因为我之前都是跟弟弟谈恋爱嘛，其实都还比较 AA 的那种。我是射手座，23周岁。上一次接吻是在什么时候？2年前吧。温柔可爱大胆，爱好攀岩，爱打王者荣耀。我会选弟弟，现在的弟弟会照顾人，比较温柔吧，哥哥更成熟一点，爬火山看火山，然后晚上看星空。在一起之后分开，受到的伤害比从没有在一起要大很多。低俗，白羊座，直白直接。你是一个很主动的女生吗？不是，我是被动的，不能闪婚。闪婚两个人互相不了解，是冲动的结果。对方父母不同意，他比我小。但是你拿得好近哦。初吻是什么感觉？初吻心跳有加速，小鹿乱撞，紧张啊，很紧张。初恋是什么感觉？初恋就很单纯，纯纯的，对方主动才有故事，在一见钟情的基础上日久生情吧，一个月吧，要认识久一点。身高理想是180，颜值就长得好看一点，无趣可以，但是渣不行。交过的男朋友里倒是没有要求 AA 制的，但是我可以接受。有人说你想长得像星原结衣吗？没有。真的没有吗？真的没有。伊索，白羊座，1米77，可以比我矮，但不要矮太多就可以了，不能低于1米73。身高不重要，我之前谈的男朋友也没有很高。善良、风趣、孝顺，普通的行政。这么时尚就做行政吗？为了生活吗？哥哥型，不要超过一轮就好。聪明的、成熟一点的，内心有趣。你是个不看重颜值的人吗？不是说不看重吧，就是他的比重在我心中可能比较低一点。现在是单身吗？单身。Jenny，双子，23。没考虑往模特方向发展吗？没有考虑过哎。